花，先写上面那个竖画，微微的向右下方斜的，横向右上方斜。这有轻到重，撇，问完之后向左下方，所以高低都是向中间写的。这个是微写，这写的较多，这要长一点，这个要短一点。撇对准这个竖的下方，先写撇。再写这个竖弯钩，竖弯钩与这个笔画的话，墨的话对齐。所以顿完之后向下，然后拐弯，不要伸出去太长，停顿一下勾上去。所以下面要平，到这个地方顿完之后向左上方环抱之势，这样高低要错位。这个要靠下，不要靠上，要平一点。整体这个字要紧凑。